这个礼拜，这块礼拜没有了，这个也是礼拜二来。自己穿，拉上面。下礼拜我可以，但是眼镜要放这里。啊，可是他不行，他没有办法。你没有备用眼镜吗？没有，那你可以要。你有发现被打到了？还是要另外再选一部？你的左手刚刚是打到你的右手，所以我说你的左手啊，那个撑的时候就是把它 hold 住，撑好之后就不要再动了，不然会打到另外一只手。拉上面。你要不要试试你的手？你是抬起来，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你是这边整个拉起来，是哎，来你看我拉，这样，这样。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他拉他力量不够，这样拉上去。对对对，好，来右手松弛。对，好，来放上去。对着那个眼球。是你要对着你。有时候小心食指不要歪掉啊。看着镜子，对着黑眼圈，对，放上去，不要怕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到那个镜片碰到眼睛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会感受到哦，那种感觉，有感，你知道那感觉了吗？不大好，就是你以后就记得，还是碰到那种感觉，把手离开，好，还好吧？好，那你左边顺便戴一下，好了。你用右手吧，又是你是右撇子。好，来，一样刚刚的那个方法，手肘那个拉开一点，力量才够。不要用拇指，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力量不够，这样拉上去，这个拉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力气才够，比较好拉上去。记得左手先撑好。撑好，对，然后再换右手撑。怎么了？你哦，我知道，对，你是不是感觉它好像要掉了？那你就是先把它敲好，对，你就是觉得它位置好像不对，你就把它敲好。如果你觉得它这个位置不太对，你就是去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你比较好带。好。对，拉上去，对，对着黑眼圈，等一下，小心一点，